你满意现在的政府吗？我想现在的政府没有人会满意的。有什么动力驱使你回来投票呢？四个字，非换不可啊，这次的政府。你最希望看到下一届政府有什么样的改变？我希望他们会是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要再欺压我们人民了。你希望看到三哪根有什么样的改变？首先当然是要搞好水电啊，水电供应啦、啊、修路啦、啊、治安啦、啊、我们已经受够了那个停电的折磨了。给下一任政府的一句话，无论谁赢都好，都不要高兴得太早，如果你做不好，我们反到你做好为止。跟住下一任咩改变啊？咁样几梗系希望唔好再食我哋啲钱啦、啊，希望馬來西亞是好的國家啦，不要因為腐敗而出名。跟住三打根最基本的條件，一定要有水有電咯。下一任政府的一句說話是真心為人民服務，為國家為民。講完了。Thank you very much. You are welcome. Thank you. 什么动力驱使你们回来投票啊？因为这个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我们的国家。你最希望看到的下一任政府是什么样的改变？对全马来西亚人都是真正的一个马来西亚。没有贪污。你希望看到三打哥有什么样的改变？因为我们是三打哥人。我希望三打哥人都是会成为高速路的一群，像在西马一样。你希望给下一任的政府的一句话是什么？如果你有想要传达的讯息，最好是民党，还有对各族人民都是那么。请问你们是从哪里回来投票的？吉隆坡。Welcome back， 谢谢你们。谢谢你，谢谢。再来找投票 ，We need a change for the government。你最希望看到马来西亚的改进步，有冇改变？有什么改变？有咩改变？改变沙巴啦，唔好再最穷嘅色。你最希望见到三打根有咩改变？我哋本身三打根人因为 more opportunity in various aspects. Good. So 如果有嘢想同下一届嘅政府讲，你会讲咩嘢？沙巴也是翻嚟投票。請問你邊度翻嚟投票？係啊。你咧？邊度翻嚟投票啊？係新加坡。嚟香港來啊！新加坡。Good。我請你哋。Welcome back. Have a holiday. Nice to meet you. 你要不要做埋做埋投票啊？應該應該要喺 future 啦，因為唔係喺 future。OK。你最希望看到嘅下屆政府有乜嘅改變？对马来西亚少的 corruption 贪污好重要啊，重要。你希望看到三大件有没有改变？三大件希望叫看三大件还是发动？所以这个如果我想讲变下一届政府看你想讲什么的，想讲什么的地方？ Chinese Indian 都在发动什么？给多谢你。什么动力驱使你回来投票这次？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一定要做到，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最希望看到下一任政府有什么样的改变？在教育上要有进步，要多增加华文的教导，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希望看到三打根本身会有怎样的改变？经过这一次的大选。什么样的改变啊？希望能够一视同仁，不要分种族，不要分党派，不要分宗教信仰。如果你有讯息给下一任政府的话，你会告诉他什么？你想要传达什么讯息给我们下一任政府？希望不要贪污。请问你是从哪里回来投票的？从台湾。欢迎你回来，欢迎你回来，谢谢。来哥，今天你吃饭来投票没？请问你满唔满意而家嘅政府啊？唔错，啱错。咁你最希望睇到下一任政府有咩改变？会比较为市民服务。咁你希望见到陈德根有咩改变咧？因为我哋本身都系陈德根人。
平电工业，即系减少啲，会发展多啲啦。如果你有说话想同下一任政府讲，你会同佢讲乜嘢？如果新政府上任，你会想同佢讲乜嘢？希望做得比较好啦。唔该晒。头先讲重点供应系减少，唔系个即系会比较好啲啦。唔好成日讲停电。唔好成日停电啦，就算停电一个月一次好咯，最多唔好一个礼拜两三次咁样咯。明白，唔该晒。你边度翻嚟啊？几多？几多翻嚟啦？唔该晒你，欢迎翻嚟。因為呢個係我第一次投票嘛，咁樣我想翻嚟投下自己嘅心目中嘅政府人選。明白。咁你滿唔滿意而家嘅政府啊？依家嘅政府啊，真係唔滿意啦。OK。咁你最希望睇到下一屆嘅政府有咩改變？希望佢哋真係可以做到廉政嘅政府咯，同埋真係可以做益人民咯。OK。咁啊，你最希望睇到我哋本身神達間有咩改變啊？最少我有個 international airport 咯，唔使下下我轉機轉到咁。你喺邊度翻嚟投票啊？我喺新加坡翻嚟㗎，我愛坐車落 KL 再翻嚟啊，因為我喺最好翻嚟喺又係喺 KK 轉機喎。佢講咗俾我哋呢個 international 機場講咗好耐，但係都冇實現咯，得個。明白。咁如果你有説話想同下一屆政府講，你會想同佢講乜嘢？我想同佢講唔好淨係利用我哋人民而家嘅決心嚟得到你哋手中嗰一票，得到咗嗰一票嘅話，唔該你哋真係做嘢為人民。如果唔係，五年之後我哋一樣可以換政府，我哋係為咗改變而改變。多謝你，多謝你 ，thank you。會去投票？點解呢次翻嚟投票嘅？真係五十幾年難得一次個黃金機會啦，所以今次翻嚟更加珍惜啦。因為之前而家亦都係我第一擺投票。咁你滿唔滿意而家我哋嘅政府？就係滿意先要改變。OK， 咁你希望睇到下一任政府有咩改變？打擊貪污呢個最重要啦，之後公平咯。大家俾一個每一個種族一個機會。咁你本身希望睇到我哋神達間有咩改變？神達間改變啊，首先改變一個幾十年一個問題，就係、是、一個成日冇電力，這個最主要啦，同埋一啲比較基本嘅就係嗰個公路方面嘅設施啊。如果你有嘢想同下一屆政府講，你會同佢講咩啊？兑現佢而家所承諾我哋所有嘅。你喺邊度翻嚟投票啊？德隆坡。德隆坡，歡迎你翻嚟，多謝你。OK， 謝謝。開始啦，請問為什麼你們這次會回來投票呢？因為我們要改變，要換政府，要換政府。OK， 怎麼躲去後面 ？OK， 你對現在我們的政府滿意嗎？不滿。應該不滿意才回來改變的，我想。OK， 這樣你最希望看到下一任政府有什麼樣的改變？有什么的改变呢？你想下一任我们现在治安，治安 OK 好。那你希望看到三打根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新政府上任之后，发展哦，三打根的发展，希望可以再发展多一点。OK 好。如果你有想要跟下一任政府说的话，你想要跟他讲什么？我们会支持他，如果是可以换到政府的话。Okay. 请问你们是哪里回来投票啊？新加坡，我是吉隆坡，欢迎你们回来，谢谢，加油。Just to be a responsible citizen, cast my vote. What is the first changes you would like to see from our next government? What is the first changes? What do you expect? Safety first, number one. What kind of improvements you would like to see in San Dakan? Because we are San Dakan. Please, no more electricity. No more stop electricity in San Dakan. It's the worst thing that can happen. A message for our next government, if 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 to our next government. A message for our government. It's very honored to have this historic moment. To witness is really very heartfelt. Thank you. 转来，啊，转来啊，在 KL 转来。咁我哋下一任政府有咩改变？好简单啫，安全咩啊？安全第一。咩？点样讲啊？开唔开电？点样讲啊？世界和平啊！冇咁多
打劫搶嘢嗰啲啫，係咁多啫。咁你本身睇到想睇到神德根有咩改變？因為你今次翻嚟神德根投票。千祈唔好改變。哦，咁樣啊？啊，咁樣係有千祈唔好填填咯。好成日翻嚟。係啱啱嘅，啱嘅啱。咁啊，你有咩想同下任政府講？邊個？未知。如果佢哋呢個 after 呢個新政府選出嚟之後，你有咩想同佢講？踢走啲菲律賓人。唔該曬，你邊度翻嚟啊 ？KL 瓜拉隆波。OK， 唔該曬你。你為什麼你這次會來投票呢？因為看到政府很腐敗。腐敗是第一次回來投票嗎？啊，對，第一次投票。第一次 ，OK。你希望看到我們下一任的政府有什麼樣的改變？貪污沒有那麼嚴重吧。那你本身希望看到三打根會有什麼樣的改變？更加進步。更加进步，还有呢？就比如说，有多一点的那种大型的商场，还是道路上再多一点的。道路上的设施要改善一点吗？好，如果你有话想要跟下一任的政府讲，你会跟他讲什么？你有什么讯息想要传达给他的吗？无论是什么地，哪一方面，哪一个，什么方面都可以。更好的马来西亚，更好的马来西亚。你是从哪里回来？啊 ，KL。吉隆坡，谢谢你，欢迎你回来。好，谢谢，拜拜。今天你为什么回来投票呢？最重要梗系要尽我哋公民嘅责任。sorry。散啦，佢哋翻嚟改变，换政府俾死。咁你最希望睇到下一任嘅政府有咩改变？唔怕嘛，最紧要唔怕就得咗。最好數目要分明。咁你本身想睇到神德間有咩改變呢？因為我哋大家都係神德間。停電。唔該，整好啊停電。個問題啊，好真。多啲就業機會啦，我冇工作你啊，你出去揾食幾慘。OK， 咁啊，新嘅政府出嚟之後，你想同佢哋講乜嘢？如果你有嘢想同佢講，你會想同佢俾咩信息佢知道？你做得唔好，我哋下次都會換噶。你唔明你，加油啊！我撐你啊！係咪呢次啊？就係今次。我撐你啊！我買機票翻嚟好貴。就係今次啦！唔好嘥我錢啊！嗱，你哋邊度翻嚟啊？啊，吉隆坡。OK， 多謝你哋，唔該曬。為什麼這次你又回來投票呢？我想要看到一個更好的政府啊。那你最希望看到我们现任政府有什么样的改变？你期望的政府是什么样子？不要只是用口讲罢了，要真的去行动啊！要真的是了解我们人民要做什么东西的。那你本身希望看到三打根有什么样的改变？能够有更多的游客进来，然后自己的经济能够繁荣。我在这边就从小在这边长大，可是觉得都收收罢了，没有多大的改变。所以我希望这一次如果能够换到政府的话，就会有更好的通过人民的投票。对对对。好，那如果下一任政府的诞生之后呢，你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说吗？不要辜负我们人民，他是我们新的希望啊。OK， 你是从哪里回来呀、啊？我是从 KL 回来。KL 回来，欢迎你，谢谢你。Okay， 好，谢谢，谢谢。OK， 这次你为什么回来投票呢？我为什么回来投票？因为我想改变了。你想改变呢 ？OK， 那么你对于我们下一任的新政府会有什么期望，或者是有什么希望他有改变的地方吗？当然有啊，我希望什么改变呢、啊？不会讲。希望他比这个活着做得更好啦，而且对我们三大根更有贡献啦。不要只讲，然后没有行动，是这样子。OK， 然后我们本身是三大根人，你希望我们三大根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改变？我觉得最基本都是一定要做到，讲了几十年还是没做到，就是水电、马路，过来就是非法移民。我觉得这几个基本的东西如果你做的话，我觉得三大根人对你很有信心的，对行政，因为这是我们期望最想期望的东西。那你对下任的政府有什么讯息要传达给他吗？加油加油了。我们是希望有所改变的，不
是说谁做的比较好，就算他们做的不好，我们也是会改变。我们只是想有看到成绩的东西。OK， 那你是从哪里回来投票啊？亚比，亚比，欢迎你回来，谢谢，谢谢，谢谢。